这个球出手又出现安打了，在左外野方向一个弹跳，这个球要传回来，本垒传得够准，在本垒前抓到了陈江河。哇，这一次的雷射间表现，左外野手李家驹，哇，精彩的传球，在本垒前让陈江河遭到了触杀出局，结束这个半局的进攻。不过靠着四支的安打攻下了2分，3-1，兄弟相对2分领先。